各位尊敬的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汪涵，欢迎来到天天向上歌颂母亲晚会现场。今天的晚会怎么说呢？简直正经，为人子女一定要看。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有请第一个节目，你不可错过的群星合唱。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欢迎大家收看一片等于一整年精华素啊，等于一整瓶一整年呢啊，一整瓶可以用一整年也行，一整年浓缩成一整瓶。对，一片等于一整瓶的精华液含素黑面膜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欢迎大家。口播是有所变化，哎，但是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冠名商还是一家，是人家上了新的产品了，哎，黑面膜越敷越白，这个是什么道理啊？啊，是反正就是神奇的道理吧，真的，是的，今天来了很多老朋友，哎，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张大大。你看介绍张大大的时候居然也有人鼓掌，你看天地良心啊，天地良心、哎、我们天天向上观众真善良啊，善良善良啊，真是善良，心地善良、啊、特别的好、嗯、这位是伟大的母亲，湖南长沙的云月、嗯、三个宝宝的妈妈，三个宝宝的吉祥三宝，哇、哎、太厉害，维持的还是很好，对，谢谢谢谢。接下来那两个就分别叫什么呢？叫欢欢和乐乐，欢欢和乐乐。哎呦，我特别，哦、那我铁定喜欢乐乐呀。啊，来，哎，啊，羊羊羊，欢欢和乐乐，羊羊羊跟乐乐在一起、哎、啊，是羊乐乐，羊乐乐。啊，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浩哥，大家好。哎、嗯。还有什么这个影视剧方面的动态？我最近正在拍《上海五虎》。哟，您是五虎之一啊？不，五虎都是他们这你们这样的小鲜肉，我只能演叔叔大爷什么黑帮之类的。哦，特别棒，期待期待啊！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姑娘，但是名字叫大王。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王。这位大家都很熟悉啦、哎，我们已经逐渐长大了的肖一。Yeah. 大家好，我是肖一。
今天的节目简直是震惊了，嗯，都是爸爸妈妈一定要看。为什么爸爸妈妈一定要看呢？对呀，为什么这期天天向上为了爸妈一定要看呢？因为只有看了这期节目，才能让你真正知道爸妈所关心的事儿。爸妈为什么爱用花里胡哨的微信表情？爸妈的朋友圈为什么转发很多惊恐的标题党文章？爸妈为什么爱在电视购物里疯狂 shopping？ 爸妈为什么痴迷于保健品推销讲座？我们和爸妈到底需要怎样的沟通？赶紧进入今天的节目。你们都和自己的家长有代沟吗？王一博有代沟吗？代沟这个词儿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啊，代沟多少都会有一点点，就沟通不起来，就平时聊天沟通不起来啊。你邀你爸爸妈妈打游戏啊？就是有些不一样的，就跟比如我跟我爸说，我说那个周杰伦那奇花台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没喝过。说实话我跟我爸有代沟，就是我爸比我年轻。What？ 就是所有那个最时髦的都是他去尝试，容貌上还是看着吗？从各个方面，比如现在人家骑自行车每天20公里，然后还骑那种就是窄胎弯把那种，就是说每天离家出走啊，我都不行这么任性。张大的你呢？因为我有很多的口头禅，吓我一跳，因为我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所以你们不同的爸爸妈妈呢，都会有不同的代沟。对对对，因为我有很多的爸爸，你们哪一个？因为我有很多的口头禅，录节目的时候也会讲，别人会说哇，你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我就说我身体不好，又有谁在乎呢？我就开玩笑，我妈就会说很认真说儿子我在乎，爸妈就比较在乎我们讲的一言一行，对，老怕我得罪人。当时我哭着说呀，真的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啊？动情了，动情了，还要多沟通，跟爸爸妈妈我就要多沟通。云云你呢？我觉得我跟我妈妈还好，我妈妈思想很年轻，然后经常出去就是，哎，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共享单车就出去了。阿姨现在就共享单车？对，这特别好，能够让你的子女特别的放心。田峰你呢？你跟你那么多爸爸妈妈？我爸。对，现场那么多爸爸妈妈，都是他的衣食父母。快叫叫叫叫孩子，叫孩子名。哎，各位爸爸妈妈晚上好啊。对。我这个人呢，我其实比较聪明啊，其实比较聪明，其实啊，对，大家看着我比较聪明啊，其实我更聪明，就是其实我会避开我跟爸爸妈妈的一些话题上面的代沟，其实跟他们聊一些，比如说我爸喜欢文艺呀，对，你比如说我妈喜欢旅游啊，你也不懂，哎，聊一些这种共同话题啊，这就可以避免跟他们的代沟，避免一些代沟。哎，对，浩哥您呢？我就是很多年前这个比较大，现在好很多了，因为随着我岁数的变老。以前大是大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我，因为常年是工作习惯嘛，早上睡懒觉，没事我睡到11点的事儿呢。有一天我爸就急了，他一脚把门踹开了。嚯，你爸黄飞鸿啊！你爸对，他说你为什么还在睡呢？还我爸是河南人啊，你没完没你不饿吗？你睡到没完没了不起来？能煞了你这个能煞了。现在好很多，但是还是很多生活习惯不一样。比如说，妈妈是那种你给了他的钱他不花。他存起来，而且你一般给妈妈钱的时候，妈妈都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哎，不要。妈，你说的太对了，是吧？妈妈都是一给他钱，不要，我们现在不需要钱，我们不需要钱，你放那儿后回家一看，妈妈钱呢？存起来了，手法都是一样的，哎，不要，摇着摇着就存下来了，这都是这样啊。那大王您呢？我妈还挺时尚的。我妈就是她是一个舞痴，舞痴就是喜欢跳舞，很喜欢跳舞的一个人，所以如果跟她有些话题上有代沟聊不来的话，我就用舞蹈沟通。真的用肢体语言，你跟你妈在家里两人尬舞，真的。比如说你问你妈那个饿吗，怎么会怎么跳？杨丽萍啊，我想问你，假如妈妈说我给你烧菜，那怎么表现？我给你做饭。我妈要烧菜是吗？你们一家人都这么做作，我就做总比能总比有代沟好吧？爸爸什么样啊？爸，我爸就完全是坐在沙发上观看我们的舞蹈。不可能，你爸肯定看那个。这是饱了，对，吃饱了，评委，对，武艺应该好一点啊。你跟爸爸像朋友一样，然后我爸爸可能就是会。就是避免有代沟，他会去学习一些时尚的东西。哦，真的？对，主动向你靠拢。对，所以就是我跟他其实沟通平常没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呀、啊，父母亲为我们真是操碎了心。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特别的神奇，叫微信。哎，在微信还没有盛行的时代，父母亲联系我们就是打电话。对的。有了微信之后，变哇哇哇，这是丰富多彩啊！而且他们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奇奇妙妙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嗯。而且他们经常试图用这样的信息改变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啊，对。突然间晚上给你发个信息。熬夜会死，对，然后你一看，耶，夜里三点发的呀，夜里发，不吃这几样东西你就会死，对，就是以前他们，然后第二天你吃这几样东西你也会死，完了，你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现在他们有非常详实的数据，可以非常认真的告诉你，如果不吃。有什么样的后果？嗯，对，如果吃的不好，有什么样的后果？还有睡前喝牛奶到底好不好？然后我爸给我发的是睡前必须喝牛奶，每天喝一杯牛奶能睡得安稳。我妈说牛奶是21世纪人类最大最大最大的骗局。然后两个人就分别观点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你到底该听谁的呢？你是这样，你喝一杯吐一杯吧。对，然后你拉一群，你妈你爸辩论，你在中间主持嘛。爸妈用了微信之后，小心翼翼的不是他们，而是做儿女的我们，因为他们发信息不回吧，怕伤着他们；他们回吧，他们就会不停的发。啊，就是有点聊上了，有点为难啊、嗯。我妈老发一些什么今年属相属什么，然后要转不转就会怎么样？对，千万要转。看到这个，你说转还是不转？家里有属以下生肖的人必须得转。我天，我就没通过我爸我妈。啊 ？What？ 我太狠了！我绝不，这怎么？我的爸妈微信都不加呀？我坚决不加。我妈特别愤怒，而她每次请求我通过的时候，就是我是妈妈，然后我是爸爸，我就不通过。后来那你回一个，你猜我是谁？我妈还特别逗，我们家一楼住着周杰尔康，周杰的妈妈。我妈就跟我说，你看人周杰他妈。人家周杰的妈妈为什么跟儿子视频呢？我说那是周杰。我妈，你看周杰干嘛干嘛了？他妈全知道。我说那是尔康。因为我为什么不愿意通过妈？比如说你有时候喝多了，发点那种假模假式的小感慨，或者你跟朋友怎么着了，你会发点那种不想让家人看见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想让他看到。但是你也就看不到他们的朋友圈了呀。我能看见啊，尔康会转发你的吗？啊，不会不会，拍尔康，我们家最可怕截图给他妈，不一样吗？家里他妈在给你家里毁在尔康手上了。还有，我们家有一个群。我就想退群，后来我没退，我觉得我要退了吧，这毕竟是家人的群。是是是。结果我能看到我妈的前十条，你懂吗？哦，前十条。但是我把我的前十条也关掉。结果妈妈还是有办法。她从妹妹的手机里看我的。你看，瞧，还是有没毁在尔康手上，毁在妹妹手上。总得毁手上。要分组屏蔽，要分组。要分组啊！但是这怎么分，我就不明白，就是你要发哪个信息属于你要分出去的。11点以后发的朋友圈，千万不要让爸妈看到，不然韩哥讲的，千万别熬夜，就会转发到你手机里面。11点钟你就发一个，然后屏蔽，就是该组不能进。然后呢，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受伤了，或者像浩哥说的他喝多了，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心情不好会发一些抱怨，那些不能让爸妈看见，爸妈就特别的担心。比如说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有对象了，暂时的对象了，或者不一定他暂时的对象，所以没有结婚的对象，都是暂时的对象，暂时的对象都不能让他看到，都会要分组屏蔽掉。我妈才不一样呢，你要敢发微信里哪个人，他都认为那应该是你对象。对，或他对你只要一发出来就带回来呗。我小的时候，我跟吕薇不就唱过《二重唱》吗？我爸妈一看电视，就觉得哎呀，好漂亮。我妈就说：“哎，吕薇不错。”我说：“吕薇怎么了？”妈妈过年做的腊肉，我不是回北京，她说你带着。我妈，你别给我那么多腊肉，吃的那么胖。我妈说：“吕薇爱吃。”哎呦，不是，不是这个父母啊，他们在你很早就希望你。早点结婚，那对，早点生子，就像现在的催婚是一样，他是这个意思。就像我爸妈也会给我转一些什么属相怎么配合适啊，对，哪些女孩该娶啊，对，那种给我一些这种暗示啊。爸爸妈妈都特别着急嘛，着急着，是吧？所以才会有那个动作。来啊来啊来啊！我妈妈
跟他妈是一样的，就是走暗示路线的。你看、啊，就他不会给我直接说，就是你快去相亲啊，从来不说。这个属蛇的跟什么什么配，九几年的怎么怎么样，把那个单子直接发给你。属相相配表。哎，还有一些朋友圈的暗示，就比如说发一些音乐啊，一些歌曲，什么带着父母去旅行啊，我就知道他想旅游了。哇，你们家都走歌舞系的哈，就是要会唱歌，有歌就会唱歌，对，真的太棒了。武艺，武艺，你呢？我爸还好，就是发一些可能关于什么长高、长高、长高啊。你爸什么意思？你爸爸还没有放弃啊？什么意思？也没有，因为什么意思？哎呀，我武力哥还在努力啊！但真的是有这样的文章，韩哥。以前是说男生到22还能23还能窜一窜，男长30慢悠悠嘛，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公众号写这一个岁数的人的长高的秘诀，用了之后都是没有任何的用。那看来你都用了，我都试过了。倒挂，我17岁开始就被家里倒吊着。每周从那个艺术学院回来，就是有一个晾衣，我们家住一楼嘛，草坪就把我觉得个儿可能长不了，回来发现腿能飞了，对不对？点足似的，倒挂着，倒吊能飞。长高的秘诀有倒挂着，还有呢，就是夹那个在你的那个肋骨上面夹那个，就是衣架哦，肋骨真的夹衣架可以把它夹开，很多人说就胸腔开了，人就会长得就会变，那也是长上半身了，上半身长啊，只要能高，只要能高，管它哪里长，那你吃胖脑袋大也算呀，就是脑袋这么大个，跟张宇似的，就倍儿大个。最最实用的还是鞋垫，但是我今天是没有垫，没有垫。爸爸特别可爱，可怜天下父母心，给他发一个。哎，还有一个啊，每个人的微信里面都有一个我爱我家，哎，还有幸福一家人，就家庭群啊。你的家庭群叫什么？相亲相爱老李家，相亲相爱老李家。你们家呢？我们家其实分组的，一个叫开心家人，一个叫家人，一个开心家人家。你呢？我就叫我爱我家。我爱我家。一直有微信开始就是叫这个。其实名字好像都有套路的。对，你们家，我们家。没名字，没名字，对，就是群，啥也没有。我，你们家的家庭群就叫群，就是一个群。今年要是牛年，就是牛群，是吧？我们家群名就叫不准再退群，就是这个群名就是不能再退群，因为我们总是很多小孩就怕跟大人在那个群里聊天，我们就会立刻把那群退出去。他们就设计了叫不准再退群，然后还要置顶，每次回家都要检查你还在不在这个群里面。后来我就点开来说不用看我的手机，你点那个小人头里面有看到我在不在里面，我就会教他们。你们家的群叫什么？老杨群。老杨群。我们群是用来干嘛的？就是抢红包，抢红包，过年的时候会活跃。哎，杨洋大年30晚上抢了6个小时的红包。杨洋洋都开始抢红包了，熬夜对身体不好。对，你手都变了老中医了。你们家的群叫什么群？我们家那个比较传统，但是念出来以后非常的响亮。中华儿女没有，对不对？龙的传人，我们家的传人。我们家那个群，如果要是念出来的话，必须得先吸一口气。黄皮肤的爱啊！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大张伟，你们家群呢？我们家反正以前有一个群，我叫没事闲着干嘛。叫什么什么？没事闲着干嘛？就聊呗，对不对？然后群里只有我妈，只有我妈跟我。这么大个群啊！你们私信不就完了吗？私信不就行了吗？什么？你们两个发私信，我们就是为了测试这个功能好不好用。那个王一博，你们家的群，妈妈家就叫家，然后爸爸就叫家人，就很简单。父母亲都喜欢转发标题党啊、嗯！我们朗读一下爸爸妈妈这个朋友圈里的标题党啊，标题党，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标题。家人，哎呦，哎呀，什么？女儿在卫生间，妈妈推门进去，看到惊人一幕，哎呀！然后那个照片还是一露肩的美女，哎呀！无疑这是你们家的，对我们家家人群，主要是我外婆和我妈妈他们发的。外婆经常发些什么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做好心理准备。家人、婆婆，我外婆就都是这些。你看他外婆，看到没有？紧急通知，太可怕了！经验突变，世间罕见。这是什么东西？小伙娶了个城里媳妇，结婚当天真丢人。你外婆是不是对那个红点特别感兴趣？哎，不是，就
光转发那个红点呢？感觉很像出自同一个公众号。外婆自己编的这些新闻是吧？你外婆成名了。因为我比较晚睡嘛，凌晨可能五六点，只要有信息一来，等等等，一定是我外婆。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云云，你不能输啊！来了啊！好，厉害了啊！看这个啊，人一辈子只做三件事：吃饭、睁眼、睁眼、闭眼、睡觉。自己的事儿、他人的事儿、老天爷的事儿，嗨。其实人一辈子只做两件事儿，到底三件事儿，两件事儿，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困了睡觉。第二句，世界很大，人心很杂，哪能不遇到小人呢？红尘很深，人世浮华，哪能没有烦心事儿？生活是一团麻呀呀，那也是解不开的小疙瘩呀。背景音乐应该就是这个，对，就应该是这个。生活就是一个妈妈，《富乐年华》这个。啊，你看，注意了，你遇到这个你是转还是不转呢？注意了，一年两生日，家里有六月出生的人，本世纪只有一次闰六月，下次是2019，2109年，这个就必须转，你就只能转了，越转越顺心。我没转，你看，就说我那天必须转，怎么没转呢？我把它屏蔽了，我没转。天哪，好，还有一个，哎呀，接妈妈的短这么有兴趣的啊？他一变年轻十岁。哎呀，内容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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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都是转发这种。好，浩哥，浩哥，早有准备，然后打开他的那个微信，他的第一个就是母亲的手，然后我再一打开，母亲的手就是阎维文老师的那首歌，哦，你爱吃的三鲜馅有我一包。底下是谁？前方的肚子？不是，就是妈妈天天最关心的就是这可怜的俩母亲，从小孩出生，然后妈妈想表达一下那个家还挺好。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家园真美丽，你看我妈妈的图片，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不是我们家，问题是我说咱家没有游艇，感觉一盘游艇都是你的，是吧？我不要揭发妈妈，因为我妈妈很要面子的，你要说的多，妈说你看你这人怎么能在湖南卫视揭发我呢？就是啊，我们院子里头我是很有气质的。是听大家说爸爸妈妈这一份，那爸爸妈妈到底怎么想的？嗯，各位亲爱的朋友啊，不要以为只有他们来了，他们的爸爸妈妈也来了。什么？我们掌声有请可爱的父母上场。跟武力俩人跟兄弟似的，哇！确实我们像兄弟。男神！哎，你跟你爸身材都衣服都互相穿了，真的。我是武力的爸爸，我叫武力。哦，来自长沙马栏山。对，他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好的朋友，我们都认识差不多要20年了。30年了，对吧？哦，差不多快30。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很年轻。你们不同学吗？走，走你。哎，我们那时候都是听那个力哥的一些歌哦。乡里妹子进城来，大轩吃酒冒泉海。嘿，何不嫁到那城里去，上泉岭落下泉海。我还知道他爸的歌呢。太偏了，歌。北京亚运会在90年吧，啊，他那个首都体育馆可牛了，他当年是李谷一老师那个清乐团的，来吧来踢球，啊，对对对，白皮肤黑皮肤的小选手，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爸爸唱的，他那时候是李谷一老师特别宠爱的那个湖南牙子啊，长得很帅，唱的你知道吗？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小东怎么的，偶像界前辈啊，绝对的偶像界前辈，好汉不提当年勇，非常了不起的歌手，哎，哇，尖叫！大家好，我是大王的妈妈，我来自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我叫谢海燕。谢姐姐啊！哦，海燕呐，最长心的那个。我妈以前不叫谢海燕，啊，叫谢娜是吧？谢大姐。没有，我妈小的时候叫谢左儿，后来就是她在她那个年代，后来自作主张的改了个名字叫谢海燕，觉得特别时尚。海燕能翱翔，海燕呐，翱翔啊！妈妈，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年龄吗？年龄保密，忘了保密。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保密工作，模特，保密工作，家
庭主妇，照顾家人的。但是现在有一个职业，现在是广场舞领舞老师。广场舞的领舞老师，对，哇，厉害了，占地盘特厉害，对吧？就是我这块是我大啊，就是咋当当当的，这就开始。我妈妈特别爱好她的事业，是，就本来那个我跟她说，我说妈妈你有没有空，天天向上想邀请您一下，我妈是不想来的，是不答应的，因为她每天要领舞，很多那个学员什么的，等着她，有那个档期很满，对，那个 schedule， 对，超级的。后来为什么要来呢？是因为最近那个高考呀不让跳了，就是因为他们要考学，就是要安静嘛。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电视间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看电视要声音关小点啊，也就是这么几天了，是，大家都安静，尽量安静一点，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这种复习的环境，学习环境啊，他们考完了以后你们再闹腾吗？好，接下来，哎呀，我咋一起这哈的？大家好，我是杨云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赵巧娥，著名戏曲和表演艺术家的名字哈，赵巧娥，是吧？而且走路特别有范儿的对那种。然后出来有亮相。地位很高，赵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我以前是练体操的。哦，世家，你看这上来那种范儿就不一样啊。如果说今天不穿裙子的话，马上翻着跟着就出来了。怪不得身材保持。我妈原来还练过一个项目，就是双人技巧。哦，双人技巧有托举的。哦，妈妈肯定是上头飞的那一个。结果两次吧。结果是底座本人。你是底下那个，哇，这么可爱的托举，哇，哎，这么可爱托举跟招财猫不是一样的吗？是这样的，哇，一下就上去了。杨洋那个跟头在手上这样翻的跟头是在我手上练出来的，在您手上练出来的，哇，您这个感觉不像是跟您孙子在练翻跟头，像拉面似的啊，对，走起来了，对，拉面啊。好，李阿姨，这是我妈这辈子头一回上电视啊，大家鼓励一下，谢谢。嘿，欢迎阿姨。你紧张吗？我有点紧张，我都不知道手往哪放。你放你儿子兜里看有没有钱。好方法，直接放兜里，直接放兜。大家好，我叫李彩霞，我是吉林省长春市医院的一名检验师。医生，医生，哎呦，白衣天使。我今天呢，看到台下这么多的孩子，我想多说几句，行不行？你当然能行。我有李瑞这样的儿子，我非常幸福。我们是啊，我刚准备说我们也是，后来觉得不合适。对对，我也怎么说？我们也骄傲。我为什么说我幸福呢？因为李瑞非常孝顺，所以说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我就给你们。说一说，我希望通过我今天说的话，能够引起你们回家孝顺你的父母。回不去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实际上，老人呢，他们不需要什么高档消费，就需要你们的一声问候，需要这份深切的亲情。说得好，哎，给他们上一课。对，谢谢阿姨，您开通了微信了吗？最近上他这儿来，我开了。叫个啥名啊？你取了个什么名？还叫我的名儿，就叫彩霞。彩霞，这挺好。我问一下赵姨，赵姨您有没有微信？有。叫什么名字？巧娥呀。我叫冰淇淋。冰淇淋，哎呦，叫冰淇淋，为什么叫冰淇淋呢？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冰淇淋的那个味道。喜欢吃冰淇淋。吃冰淇淋喜欢到什么程度？就一天十根冰淇淋。十根冰淇淋，太吃了。同时吃。十根冰淇淋啊，一个一个。我谈着吃过。力哥，你的微信的名字叫什么？全心全意。那名特别像客服哈，就是。不是，五亿五星。就是做两个名字在里面，全心我地叫五星，有的全是打的，这也没办法，真就是爱啊。海燕呐，你的那个微信的名字叫啥子？我叫蓝色天空。蓝色天空，好浪漫哦。孙楠的歌名。叫蓝色天空。反正你再问一下他 QQ 名。那你的 QQ 叫啥子？柠檬主播。蓝色天空，柠檬主播，柠檬是因为喜欢吃柠檬吗？是，一天要吃十个，一天吃十，那是冰淇淋。
喜欢那个柠檬那个味道，喜欢柠檬的味道，比较清新自然。哎，等一下，等一下。嗯，我必须在中间澄清一下，我爸爸妈妈很健康，我不是孤儿。我为什么要解释一下呢？嗯，我妈看节目，她一定会恨我的。为什么？她说：“你看人家妈都去了，你怎么就不能带我来呢？”不能叫我，就是孙姨。你看为什么？不是孙姨，我妈姓刘。刘姨，姨刘姨。我在这儿认真的跟老刘同志说：“妈，我对不起，我下次肯定带你来。”我们跟孙老说了，一定得带您来。我不让，他不让。这是真的，我太对不起我妈了，而且特别尴尬啊。哎，嗯，这俩是哥们儿，对，哎，本来他应该在那儿，他跟他儿子坐一块儿，这辈儿，哇，这辈儿比的，这武艺一见我说好哥，我别好说，武艺打小也是这么叫我的啊，韩哥，走走，来，你到他儿子旁边坐着去，这去吧去吧去吧，全心全意的啊。好嘛，豹子主要是忙事业去了，忙事业上事业，对对对，我们属于就没什么事业心，就忙着生孩子。争争啊！我们现在分享一下父母最爱用的表情包，表情标，他老是读不好，在台下老是读成表情标，表情标啊，表情标，看一下表情标。我去，太闪了那个。对，就是这种，因为老人家。视力有可能慢慢在减弱，对，一般般的，他们看不太清楚。哎，但是这个给我们一发过来，就是要闪，就亮瞎你的眼。嗯，而且他那个字永远在转。还有两个那个杯子，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个干杯那个，啊，各种啊，这反而变潮流了。对对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表情包，那个对比，选出图中六个表情最喜欢的一个，为什么？为什么？彩霞姨。您看这六个里头，您比较喜欢哪个？我就看这个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吧。你看这个，哎呀，我也喜欢这个，这个气质，哇！喜欢男演式的，忙碌的日子，照顾好照顾自己。那字幕，我以为这个会是蓝色天空选的。柠檬主播肯定会喜欢哪个？韩燕姐，你喜欢哪个？她喜欢那个黄，那个红的大花。晚上好，我是柠檬主播，为我们的友谊干杯，让我们为友谊干杯。对对对，忙碌的日子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对不对？你们都比不上我的。喜欢主播的点一下关注，啊，加新的老铁啊，这都一套话啊。你经常会给孩子发一些养生的链接吗？我以前吧，总是在电话里边。就注意休息啊，别熬夜啊。嗯，哎，现在有微信了，我就看到好的东西，我就发给他。他给您回吗？回。我给他发吧，他给我点赞。那当然了。赵姨，赵姨您呢？有的时候给他们发一点，小孩子健康的东西。哦，你妈妈、爸爸一般给你发什么？看我美吗？妈妈是不是也给你发累呀累呀？对对对，他们一般出去旅游都会合照，合照完了以后让我也感受一下他们在旅游当中的快乐。对，跟我妈一样啊，是吧？老发那个在石头旁边，在树在花旁边，对，然后就各个穿着红毛衣啊，红毛衣红 T 恤啊，然后就在那照相的那种帅的啊。你的动作都是遗传妈妈的啊。对对，您一般给武艺发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长高的一些秘籍啊，长高来了，果然长个，果然发过长个。你当时真信了，感觉这肯定能有。其实我不信，你不信，但是怕万一呢？怎么万一？万一他有一点点用呢？是是，对，都是一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要早睡，就是熬夜是对，早熬夜跟长个，熬夜不长个。我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小孩啊，最佳的长高的时间段是夜里9点。到11点，它这个生长的激素是蹭蹭的往上的冒，分泌的最多。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你们家的小孩是处在熟睡的状态，小孩子特别容易长高，白天再加上牛奶、鸡蛋、大肉、骨头，容易长高。就这一段，马上就该会在朋友圈疯传。当然，养儿之道，9点到11点一定要看，是长个的时候，对，让你的儿子疯长10公分，这条信息马上就要删除，赶紧看，赶紧转发。哇，标题党，蓝色天空，柠檬主播。哎呦喂，你平常跟你们家的大王发些啥子？比如说晚上
少熬夜啊，少喝酒啊，不能喝酒。女孩子在外面不要喝酒，要喝把别人带到家里来喝。我，哎，说到这个，有没有发过？哎，有没有发过那种？怎么找标准的男朋友啊？对于爱情的一些，那个没有这么标准嘛。那你干嘛去那个去给我算那个什么跟什么配啊？那个是我喜欢。他倒是也不催我，但是他就是默默的给你发一些。一切说属于言吧。到底这些朋友圈当中流传的内容是不是真的啊？两代人的分辨真伪的能力谁更胜一筹？哟，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答题 PK 的环节，朋友圈真相大揭秘，我们有请两位专家上场，一位是鸡十三，另外一位是史航。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鸡十三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科普网站果壳网的这个创始人，哎，科普达人，以前都来过我们节目，对我们节目也都非常熟悉了。另外一位呢就是史航先生啊，著名的编剧，屡次被很多嘉宾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恶狠狠地说，这是他们认识的读书最多的人，平常都是拿一个大布兜。布兜里头都是书，书里面都贴着标签，搞批发的啊，做笔记，这一页里面是什么，那一页里面是什么？你们真信了？我们就是不信嘛，所以把您请来了嘛。对，看看是不是来证实一下啊？两位有没有受到过标题党的清洗？是，比如说您的父母亲跟您发这个，我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一条，夏天吃西瓜要小心，千万不要用勺子吃西瓜。啊？那我点开一看，说是用勺子吃西瓜太爽了，容易发胖。哦，哎，他第二天千万不要用牙啃，因为更爽。对，拿耳挖勺吃多好啊！接下来呢，我们的参赛选手以及专家朋友都已经各就各位了啊。朋友圈真相大揭秘答题环节现在正式开始。开始了，来，各位，请听好题。好，这边是父母组。哎。这边是儿女组哦。第一题，注意，这个东西会致癌，我们每天都在接触。以下哪件事情最有可能致癌 ？A. 涂指甲油 ，B. 用保鲜膜包裹食物放进微波炉加热 ，C. 塑料杯装热水会致癌。啊 ，D. 放在车中的瓶装水。会致癌。一，食用腌制食品、油炸食品、烧烤会致癌。F， 每天两根烟会致癌。好，请大家选择。应该还有 G， 心眼太多。单选题。单选题啊，这个每个都选。就只能选一个啊。好，有答案了。只能选一个啊。有答案了。来，请双方队公布一下答案吧。三二一，走。三二一，走着。武艺觉得用保鲜膜包裹食物放进微波炉加热，哎呦，俩父子俩是一样的啊。好，瑞哥和大大写的是 F， 瑞哥妈妈也选的 F 啊。云云也是腌制食品啊。云云跟妈妈的答案是一样的，只有大王跟他妈妈要去验个血啊，是不是亲生的啊？要去验个血。A C 啊，而且妈妈写就写这么一点儿，怕浪费。节约，你看这一写这么大个一个，生怕别人看不见。接下来我们请十三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并解释。正确答案是 F， 抽烟的风险最大。是抽烟的风险最大。其他对，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什么东西一定会引起致癌，只能说服用什么东西会让致癌的风险增高。但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是，因为它前提是两根烟啊，我觉得这个量太小了。两根烟已经算是比较高的，其他事情的风险都不太大。事实上，我们经常会讲一句话：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瑞哥，对，瑞哥跟大的俩人是对的。好，接下来第二题，家里辐射之王竟然是他，你家孩子每天都在用什么？阴雨蒙蒙的早晨，心
来打开台灯，拿起手机连接 WiFi 收看《天天向上》，起床洗个澡，再把湿湿的头发用吹风机吹干，打开微波炉加热一份美味早餐。请问以上哪个动作会产生辐射，危害人的健康 ？A. 台灯 ，B. WiFi 路由器信号 ，C. 手机辐射 ，D. 吹风机 ，E. 微波炉 ，F. 都不用担心。大家请选择。好，这个我也看到过，是吗 ？WiFi， 我觉得是。不是的 ，WiFi 性质和那个手机是一样的。一样的。他们说吹风很厉害。好，请公布答案。妈妈这边，彩霞姨她写的是 C。哎呦，第一次跟儿子不一样啊。父母都觉得手机辐射特太厉害。赵姨写的是微波炉，跟女儿都是一样的啊。蓝色天空，蓝色天空的是啥子都不用担心。哦，一样的啊，跟他女儿是一样的，跟他女儿美丽的梦是一样的。好，力哥写的也是 F， 但是你儿子担心一个，你儿子担心微波炉。哦，你儿子上一轮也是选的微波炉。因为我看我外婆发过一个文章，哦，看外婆，就看被外婆，外婆还是有用，就是说那个微波炉其实是不好的，我外婆都把微波炉给扔了。那外婆肯定是在家里加热。不是，好好一个微波炉。浩哥，你写的是什么 ？F。F， 他们都认为是 F 啊。好，我们接下来请七十三揭晓正确答案并解释。家用电器的辐射叫电磁辐射，轻微。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它的辐射是非常低的，是。所以答案是 F。Yeah！ 之前有一个传说说德国人特别不想用微波炉。这也是一个流言，假的。其实德国每年的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微波炉进口国家。其实我听说好像辐射是无处不在的，坐理论上我对你也有辐射嘛？对对呀、啊。而且我们现在录影的地方的录影棚的灯都有辐射，辐射。所以轻微的辐射是对人体没有危害的，只是说这个辐射的强弱，反正就是对我们的人体啊没有什么多大的伤害。哦，所以呢，爸爸妈妈都不要紧张啊，不用担心。好，接下来第三题，哭晕，这些生活常识怎么可能是假的？A， 手机和银行卡放在一起会消磁。哟，这个听说过，跟门卡会消磁。B， 指甲上的月牙越大，身体越好。这是真的，这肯定是真的。C， 白头发越拔越多，这好像是真的。D。喝酒会脸红，证明酒量好。这个假的，这个假的。一烫伤之后应该涂牙膏，真的。烫伤之后不应该去医院吗？为什么涂牙膏 ？F 用白醋去水垢，这个是真的。真的。G 毛巾冷敷可以防止晒伤，假的，假的。H 夜里磨牙是因为孩子肚子里有蛔虫在爬，假的假的假的。好，请选择正确答案。要选真还是假？韩哥，选真的。多选题，多选题。这道题看来比较难了。好，我们首先说说看啊，孩子这一边的，我刘姨的儿子，写的是 A B E F， 我刘云是写的多。就懵啊，这是啊 ，A B C E F， 哎呦喂，我彩霞姨写的是 A G， 哎，俩人差不多，瑞哥写了个 E， 但是妈妈写了一个 H， 哎，妈妈们都会觉得孩子夜里磨牙就是小孩蛔虫，肚子里有蛔虫，妈妈这打小就这样嘛，对不对？我妈是医生，然后我从小是长在药房里头的。所以那时候又没什么吃的东西，对，就那时候吃蛔虫药。现在大家伙说你吃错药了吧？我小的时候经常吃错药。你说的这个宝塔糖就知道你有多大岁数。现在小孩不知道什么是宝塔糖。宝塔糖。我们看看，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们接下来请七十三揭晓正确答案并解释。上，现在继续。欢迎大家收看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天天向上。我们接下来请G13揭晓正确答案并解释。这道题比较难，所以所有人能全错了，全错了，全错了。手机的磁场是不够的，不够让银行卡消磁，这是错的。
指甲上月牙跟健康程度没有关系，因为指甲上月牙是角蛋白生长的一个象征啊，没有关系。什么象征？我觉得身体好的时候月牙的确是颜色会强一些啊。对，对，你看我手都是月牙，代表你角蛋白生长的速度，角蛋白一种蛋白的生长速度。那哎呦，害得我们天天每天早上起来数月牙啊，一个两个。有些人天生就没有，有些有的时候会很担心，因为一博吓死了，一博说一个都没有。指甲上的月牙越大，身体越好。我没有，我没有，没有。一博还真没有。白头发越拔越多也没有根据啊，这是错的。喝酒会脸红，其实证明你酒量不好。因为喝酒脸红，说明你身体里面缺乏某种物质。解酒的酶，解酒酶没有。烫伤以后应该冷敷，不要抹牙膏。F 是对的吧？白醋是对的，没有一个是对的。F 是对的，三个题 F 都是对的。对，毛巾冷敷啊是对的，是真的，对，是真的，有助愈合。对，谁告诉过你毛巾冷敷是错的？因为晒伤不是晒到皮肤里面去了吗？对，冷敷只能是治外边的伤，快速降温，它晒伤降温，你用冷，快速降温，而且可以把里面的这个温度给拔出来一点点。其实晒伤了以后，皮肤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烫的温度的，会烫的，所以马上冷敷的话会可以综合一下，起码舒服。最后一题。磨牙跟蛔虫是没有关系的，夜里磨牙是因为某种轻度的神经的紊乱。我的天，就老想说话说不出来，老磨着牙啊。有的人晚上睡觉磨牙打鼾，有。一定是一系列动作，晚上睡觉 B-box 直接交响乐，这个吧轰咚吧，跟交响曲一样。创作歌手有没有磨牙跟打鼾也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关系，我就磨牙，我就不打。谁知道呢？接下来各位，金子般的十句话很难找到，太经典了。下列名人名言对应错误的是：今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马云心眼这么小。B， 给自己打工永远比给别人打工强，李嘉诚。 C，哪里有天才，我就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啊，鲁迅先生说的。鲁迅说我没说过。D， 穷人折腾对了就成了富人，折腾错了大不了还是穷人，如果不折腾就一辈子还是穷人。鲁迅。嗯，又说了。对。E，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嗯，这是王朔说的。你怎么可能王朔说这个。 F， 承认自己的伟大就是认同自己的愚蠢，陈道明先生说的。这话太装了。G， 此刻打盹儿你将做梦，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哈佛经典校训。有答案了吗？好，有答案了啊，请公布。大王写的是 A 和 C。 A 特别像一句网络语言，好像就是那种网络段子的一种话。然后 C 我觉得鲁迅那好像不太爱喝咖啡，因为他说的是把喝咖啡时间用在别人。我认为那两句鲁迅的话都是假的，一个他不像他的文风，鲁迅先生不太会说穷人啊，折腾成富人。他会说什么？他只会说拿来主义呀，三味书，他的文风就不是那种什么他强调穷富阶层的这种，我觉得。好，接下来我们请读书读得特别特别多的史航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咱就一条一条说吧。哎，第一个，马云，因为他不是像大张伟老师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他对押韵不感兴趣，所以说凡是这么押韵的话一般都不是真他说的，应该是大张伟说的。对，押韵音乐人说有可能。对对对，第二句是对的，打工皇帝嘛，他就是靠这个。第三个说这个鲁迅这个哪里有天才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这句话真的是对的。鲁迅先生，而且那个大王你说的也对，那就是鲁迅不喝咖啡，不爱喝咖啡，人家在工作，所以你的了解也是对的。哎呦，张大大刚才解释呢，我觉得鲁迅先生啊，哎呀，他的语风啊不是这样的。大的说的关于第四句 D 这个判断是对的，对，但是他只是结果判断对的，他的逻辑是错的，因为鲁迅经常说穷人富人这个词，他不是真懂，真是光速打脸。因为我们录节目经常说些有的没的。对对对对对，咬舌头，赶快咬舌头。对对对，
就归根结底，鲁迅对怎么成为穷人、怎么成为富人，尤其怎么成为富人，是一点都不感兴趣。对，嗯，这个这么押韵的一句话，也不是王朔老师说的。而且王朔老师一个真正的北京人是不这么押韵，这个有点像我们东北二人转的那个押韵方式。嗯，王朔真说话怎么说？他说：“摇滚女青年啊，这你比较熟，和文学女青年，哎，这你也算熟，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把爱好当个性。”啊，就一旦你成为什么爱好者，其实是没有个性的，对，但你把爱好当个性，就这话很狠呢，王朔是伤很多人的心的那种。对啊，下面一句话说，承认自己的伟大就是认同自己的愚蠢，听着挺有道理。刚刚大张伟老师也是特别装，嗯，我其实那个来之前我还特意的，因为搜了一堆陈道明语录，完发给陈道明问了一下，说这是你说的吗？陈老师非常严肃地说，怎么会，水平比我高多了。老道说的名言什么样，有一句是真的，他发给我的，我觉得那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在这个圈里啊，有一些朋友是游泳运动员，他永远泡在这水里。我陈道明是一个跳水运动员，我的工作就是跳下去然后我就起来，我不在这儿泡着，这是他对影视圈的态度。陈道明老师不是最常说的简约不简单，拿一个在人群里走那个，拿一个，对啊，不是每一个球队都叫特能输啊。所以这个哈佛校训你记住啊，凡是什么哈佛校训呢，我在哪儿等你，这种就一定是假的啊。不管哈佛有没有校训，他一定没有方便到让我们拿过来直接这么引用，然后那个公众号十万加。什么叫真正的校训？我记得有一句是特别真实的，国家会计学院的那校训，因为朱镕基总理给题写过四个字，不做假账，就这种特实的，这种是真校训。好好，注意，这两种东西不能混在一起吃。哇，这个是经常发的，我们经常看到食物相克表，螃蟹与柿子同吃导致腹泻，葱加蜂蜜会中毒，西瓜和桃子一起吃有剧毒。到底食物相克是否存在 ？A 存在 ，B。不存在 ，F， 啊，没有 F， 没有 F， 啊，刘毅儿子写 A， 然后我云云也写的是 A， 存在，哦，张大的写的也是存在，看量要看量，武艺写的是 B， 瑞哥写的也是 B， 不存在。武艺的爸爸写的也是 B， 不存在，哎，不存在，啊，到底存在不存在呢？食物相克。关于食物相克的传言非常多。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南京就有位科学家，他拿了180组食物啊，分别做实验，做了很多组人，之后也有很多实验证明，食物相克是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的。哦，这个太厉害了！你发现没有？只要一回爸爸妈妈家，你在冰箱上就可以看到一个食物相克表。有这件事没有任何科学道理。但是那个海鲜跟啤酒有痛风，是所有去青岛的朋友，你单独吃也会跟痛风。可是青岛的朋友都告诉你，去海边那真的不行，他痛风，海鲜会引起痛风，你单独吃也不行。可是螃蟹就是不能和西红柿一起吃。我告诉大家，我就痛风，但是我不喝啤酒，不，我海鲜吃的也不多。就是你大量的运动才能够把你体内的尿酸通过汗水给排出去代谢。对，青岛人是不是人人都痛风的？也不是。对，但是他们就是要啤酒节，你单独喝啤酒也能痛风，喝多了他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但是你知道我有一天真正的看那个新闻播，有一个阿姨她喜欢吃北方那大柿子，结果他吃多以后跟一个什么东西吃完以后，他胃里有一个就是那个柿子消化不了的一个结石，去医院做手术把它拿出来，嚯，好几斤的一个结石。他是吃的是柿子还是石子儿啊？但我认为是相克的，比如说浩哥讲的柿子，或者是你吃那个橘子跟螃蟹一起吃，一定会拉肚子，单独吃就不会，会有肠胃炎。他们说是维生素和蛋白质，如果过量的话会怎样啊？过量。好，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刚才前锋啊，不断的在跟大家说没关系没关系，当然前锋为了向大家证明食物之间不相克，来10斤，哎呦真的吃啊。刚才我们说过葱蘸蜂蜜吃了会死，前锋，峰哥不怕，真的算工伤，为了证明科学
为科学献身。如果前锋那个我就可以，不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十三老师，那个就是实验一百组的那个医生现在身体状况？别叨叨了，吃吧。这个医生于2010年去世了。这实验是他上个世纪30年来做的。葱蘸蜂蜜会死，大家看一下前锋会吗？前锋，现场朋友们真的期待一下。前锋，你要用事实告诉他会。何必呢？李锐说要用事实证明，你可能会被载入史册。对，我太配合这个节目了。震惊！前锋的父母一定要看这个节目。开始。震惊，是吧？前锋的父母一定要看，四个儿子，这可能是假蜂蜜。好，来。又眼睛开始发乌了，怎么样？发乌，整个人完了！哎呦呦，双脚不听使唤，要呜呼了。演的好不好？演的好、哎。好，既然第一道没把你弄死，我们还有第二个配方。我们还有别的那个朋友们，来，大大，你看，来大大，观众说要谁吃？你看大家多爱你呀、啊！这么想让我死，真是之前说我不是说得很开心吗？我死的话就是英年早逝了。西瓜配桃子，啊？这有什么不能吃的？这肯定可以，我都这么吃果盘嘛，这不就一个？对啊，多吃点，多吃点。我觉得你可以把西瓜给我们大伙都留点。哎，你是口渴了是吧？你是。我们再来实验一下，桃子配上西瓜，配上蜂蜜，配上葱，您来。端下去。其实啊，食物从来就没有相克的，只是说过量而已。同时你自己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大适合吃寒凉的东西，那么在你那个时候稍微过量吃了一点，你身体会有反应。它并不是因为这两种东西相克。对，从来不会有。这个我也是问过大量的科学家。来，常喝可乐危害多大？看看这个，太恐怖了。关于可乐，正确的知识是 A， 经常喝可乐造成骨质疏松 ；B， 喝可乐造成精子减少，使人的生育能力降低。啊？我只是硬核一下。C， 一边喝可乐一边吃什么？曼妥思。妥思会让人胃爆炸。我想吃这个。D， 长期饮用普通可乐容易发胖。单选题。单选题。那就应该做多选会更难。Everybody 就是 D。多选，请选择。那是 D 肯定是真的吗？那不是。D 是正确，傻子都知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嘿，瑞哥写的是 A 和 B， 他认为喝可乐造成精子减少，使人生育能力降低。可乐绝对杀精的，超杀，杀到死。真的真的真的。那你为什么选？你怎么那么有感触呢？因为很多的人去不孕不育的地方检测，会有一个你的那个基因表，75%以上的人都是因为爱喝可乐，所以他们生育能力就变得比较低。过来，你是去过是吧？有一些别的人去做检查嘛，别的人，一般都说是朋友。武艺写的是 A 和 B 是对的。我选这个 B 啊，我是觉得是有经验的，因为、What? 不是，我老公自从生完儿子之后就不喝可乐了。然后因为说喝可乐容易，还容易生男孩。喝可乐生男孩吗？谁说的？这是计划生育节目吗？真受不了，所以他就不喝了。已经戒了7年了嘛。所以生俩闺女。对。不是不是，哎呀，那人家后来不喝了，生俩女儿啊。对啊，是啊，南京杀了呀。所以杀了。杀南京啊，只留女京啊。哦。我天啊，那等于是武力哥，你从小就喜欢喝可乐呀？你这是。是这样。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还喝可乐。对。吴毅，你看你写的是什么？
A 和 B A B， 但是你没有选 B 啊。对，我觉得不会啊。事实胜于雄辩，看我儿子摆在那里，对啊、是吧？我今天能杀什么呀？啊，武力哥有两个孩子，还两个呢。对对啊，真的是生命力多旺盛，没有影响啊，没有影响。好，唯一只有一个人非常笃定的选一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我赵姨D， 容易发胖啊。哎，我觉得妈妈特神。您居然怕可乐发胖？您一天吃那么多冰淇淋，你不发胖？我觉得您这也太绝了。冰淇淋，哎，我刘姨的儿子，你能不说话吗？对，刘姨，哎呦，管管你儿子。对，再说妈妈这岁数，想干嘛干嘛，开心就好。对，我冰淇淋就着可乐吃。就吃，对。你来解释一下。只有赵姨是对的。唯一一个人答对的赵姨，对，我就说就是这个 A 是错的啊，可乐跟骨质疏松没有任何实验证明。哦，真的，他误导你。其实三真的很坏，本来我们想选 D 的，他就说多选题，我就每个在那边加答案。那为什么我赵姨没有多选呢？因为妈妈们就是走的路比我们要长。你不要装了，你就一直想选 B。关于生男生女那个也非常听起来滑稽。你想美国每年消耗多少可乐啊？如果这样的话，男女比例不是被很大影响失调了？而且特别是那个就曼陀斯那个，我以前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吧。做实验，你实验为什么我说它胃不会炸呢？你最多打一个嗝，气会出来，它怎么会憋进去呢？那万一你嘴巴闭着，还能从下面没张开，它里边就自然就爆炸了。这两位当场来试一下好不好？等一下，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怎么样？做实验。哎不，哎你们刚吃西瓜不让我实验，你这样我凭什么呀？让刘姨看看呀。哎，等一下，等一下，哎，汪涵，你看，你看，我就没选那个 C， 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呀。所以你是 B 吗 ？B 的实验 ，B。刘姨 ，Sorry， 刘姨。那我们现在做这个实验呢，这个厉害，就是可乐。跟这个叫做曼陀斯，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关键是要快，啊、你们谁帮我一下？我喜欢干这事儿。你来干嘛？我能把这个旋开，快速扔进两粒。我知道。我天哪，我扔我，我扔我啊！真的吗？真的吗？快点，别喷你一身。快！哎呦呦！啊，真的吗？哎呦呦！啊！哇！哦！会不会就是会爆炸？这个？这先摇一下，然后再扔，它能这么喷，对不对？就有的时候你买不起香槟庆祝的话，你就买可乐，然后放在曼陀斯，就是这个。曼陀斯放到可乐里会喷，是因为曼陀斯表面看起来很光滑，其实是坑坑洼洼的，所以它扔进去以后会形成很多的起泡点，所以会喷出来。那同时喝可乐跟吃曼陀斯会有什么结果呀？我们可以试一下嘛。所有的男生，浩哥。什么原因是 B 还是 C？ 你可以选一个。现在只能有一个选择。你凭什么让我把这俩试一块儿去啊？赵姨、刘姨，我妈怎么成了赵姨？刘姨，你管管你儿子。公平起见，来，男生啊，包括十三，包括史航老师，石头剪刀布。哦，这个公平。谁输了，谁来试这个。一博加油！来。你为什么不缺大大？加油！我是男孩，不是男生。来，男孩。来，不许赖啊！不许赖。石头剪刀是这个的。不。哎啊！白。拳头剩下。来。我要笑死了。石头剪刀布。来。韩哥。石头剪刀布布布，啊！前锋多年情谊，韩哥对你的，对不对？为科学献身。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没看我一句话都没说就把可乐举起来了吗？有什么呀？为了表示他韩哥对刘姨的好，我也来一个。真的假的？我对啊，刘姨，来吧。真的会爆炸吗？这已经没事了。天天向上。现在继续，
欢迎大家收看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天天向上。来吧，真的会爆炸吗？这已经没事了。含在嘴里吧。可乐和麦吐司一起吃进去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因为喝进去的过程当中，可乐会快速的释放气体出来，所以你喝进去的时候会不停打嗝嘛。好，接下来请计时三秒，把整瓶可乐一口气干完。关键是要气够足。对，气得够多。等一下，汪涵，你的兄弟对你绝对没有我对你好。你看我喝光了。对、啊、他不但喝光了，前锋还把这个吐出来了，吐出来了，吐出来了。前锋，你对韩哥的热心是假的。前锋留着这个下五子棋去。前锋你太坏了。什么？这就是对喝多少可乐就表明吗？当然了。前锋刚刚不是你家前锋也冲就前锋，你怎么能这样骗一个老艺术家呢？就是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刘仪的儿子？刘仪，还有 ，what？ 我觉得我现在这里特别胀，有点胀吧？是吗？对，我也觉得胀。你没咽进去，我咽进去了。他生咽进去了那一刻，所以我觉得他对我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前方，你怎么能这样骗一个老艺术家的？因为你喝下去的过程中已经气不断释放出来，而且曼托斯吃进去过程中快速的会被消化液把表面给消化掉。好的，接下来最后一题，女人取悦别人不如经营自己。哦，这个网上也很多深度好文。我妈好像发过。以下哪句名人名言是正确的 ？A， 我们曾 A， 你孩子你过来。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B， 书读多了人的相貌自然会变，也是杨绛说的。 C， 我们都是远视眼，总是活在对别人的仰视里，或许我们都是近视眼，往往忽略身边人的幸福。莫言。D， 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莫言。E， 智者懂得隐忍，让我们在宽容中壮大。白岩松。这个像。F， 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杨澜。多选。好，大姐你选完了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儿女这一波的啊。火，张大的反正也不用看了，反正他解释完了以后都是假的。我也是根据他们的文风来。对、哦、对对对对对，他们是文风丧胆吧，是吧？对，丧胆。对。嗯，瞧见您以后，选 F 的几乎人人都有。F 怎么会选呢？啊、武力哥写的是 ADF， 也是有 F， 跟那个瑞哥是一样的。原来你们是亲生的啊！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史航老师给我们说道说道。就是我们知道以前那个书画鉴定的时候，那个字画啊，有时候不用整个的把它打个一卷嘛，半尺一点儿，对，半尺说，卷上吧，假的。对，就是这句话，我们就看前俩字，我们可以了。基本是假的，为什么呢？杨绛他从来不爱这种代称，他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叫《我们仨》，那是因为他和他先生还有他女儿，他只有这种特别具体的人，他觉得才可以说我们。他从来不爱代言他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态度，所以他不会说我们怎么怎么，这不是他的话。他最有名的一句话是给一个青年回复的，说你的问题就在于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这个话是杨绛说的。对，随便指一下。对，当然有的人是读得太多，相信的更多，
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三句莫言说的，莫言要是不得诺贝尔奖，估计这种话都栽赃不到他头上。这么爱排比对称的这种话，这种搔首弄姿的话，绝不是莫言说的。D 应该是他吧 ？D 特别有意思 ，D 这话呢，真的是莫言说的。但是很多人引用最大问题，把 D 这话掐掉。这是莫言的妈妈说，一个女人这么说吧，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不接受的理解。但是一个男人这么说，听起来就非常刺耳。所以莫言的倒霉就在于，别人把前面第一话掐掉，把妈妈的话栽成儿子的话，把女人的话栽成男人的话，所以莫言就是莫言莫辩，这是很倒霉的一句话。嗯、好，白岩松这句话呢？真的吧？真的吧？这还是这个道理，就你们经常觉得人白岩松是这么个人，这是大家想象的白岩松。白岩松不是这样，但我知道很多白岩松的粉丝不是看他的书，就看他语录就相信这个话，就这句话，觉得这句话特别好，直接顺着胳膊给纹身纹上去。那不好意思，如果这一天你看了这个《天天向上》这期节目，你知道是假的，那我建议你就在后面那白岩松后面再加一个字，说白岩松其实没说过这句话。那得写到这边了，得纹很长，加很多钱。对，也就是说，不要真的死心塌地相信一些没来由的事情。最后一句能看出一个特点，大家一般都说 F 是正确的，这个不仅要祝贺说 F 的人，还要祝贺杨澜。他是一个特别没有被这个世界误解的人，大家觉得他就这样这么个人，完他就说这样的话，他果然这话就是他说的啊，是他说的吗？他没有被误解。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喜欢杜撰这个名人名言啊？因为呢，我们老说一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所以说呢，人就觉得我在微信圈里这么看两条，那不就是好好学习了吗？嗯，我每天见到正能量就转，我不天天向上了吗？嗯，所以其实啊，重要的是所有的杜撰是利用了人的美好愿望，人的那个正当要求，最后为了一个关注度呢，把这个假货一点掺进来，外面占据你的注意力，真话你就听不进去了。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些妈妈们会不会经常给自己的孩子推送这种链接？我吧，这个是谁说的我没有研究，但是呢我觉得这话有道理，说的有道理，有教育、哎、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就推荐他、哦、对，如果这些话孩子们看了之后，他还有可能真的从里面学到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悟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一不小心还成了一个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关键是看的人是什么心，发的人是什么心，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父母亲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为在父母亲眼里，就是你是我儿子，我干嘛不能把我觉得是对的东西告诉你？对，为你好嘛，那就是为你好。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特别担心父母亲掉进一个购物的陷阱。有的购物频道韩哥老是在那边说什么一秒钟那个东西刚卖出去，什么已经卖出去2000组了，什么哦上海和北京你脱销了，没关系我自费再加200。你这么熟来一下吧，哥们。我丈母娘就喜欢看电视购物，绝对各种购物频道。我妈妈曾经在电视购物上买过玉器，玉器、啊、买过红木家具。赵姨，你还是连买玉买红木家具，你这在那么大的东西都连买啊？连买。我觉得电视购物上卖的东西便宜啊，然后他也有送的。估计买红木家具送10箱冰淇淋。我妈喜欢看哦，为什么？因为我爸在上面做广告。前方的爸爸本身就是那个哦，你爸是那个电视购物的模特。对，床上4件套，然后一摸这个，哎，感觉特别好。这个太厉害了。哎，孙浩，我刘姨看不看这个？刘姨不买任何的这个电视购物，是吗？但刘姨被人忽悠的去买了基金。当年那个好多老头老太就是恨不得买个10000块钱，明天就变成15000了。白兰氏基金，理财产品。对，那个他就买了很多这样的基金。开始比如说他胆小，因为他一辈子很节省，他胆小买个10000块钱，哎，过两天10000变成20000了、30000，我觉得这太快了。后来他就不吭不哈的跟着老头老太太们就都去买了那些东西，所以有一天他那个基金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然后他就很沉默。我们不会说他这个，你明白？妈妈，你总是就不要说他了，他已经很沮丧了。所以刘一谦听到我就揭发他，那是他心里永远的痛。那究竟父母亲通过这些途径买的东西可信度有多少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啊，中国消费者杂志的王老师，王主任。大家好，我叫王克珍，来自于中国消费者杂志社，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
社会公益活动的策划和传播。那您觉得老年人他们怎么就喜欢买这些我们看了特别着急的东西？其实啊，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在购物的时候都很务实，他们不会去追求商品的外包装，他更加考虑的是性价比高不高。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的老年人啊，他们认为我已经形成习惯，经过多年积累而来的，我有经验，哎，我有经验，谁也骗不了我，生活阅历丰富。对，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由于老年人年龄大了，我希望被服务，这是一种补偿性的消费心理。那么现在到底有哪些推销方式呢？有一种的推销方式，以我们老年的消费者为消费对象的，哎，这种的叫什么呀？打亲情。阿姨，阿姨，阿姨，哎呦，阿姨，哎呦，我赵姨，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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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赵姨，哎，这是按摩店来的吧？阿姨，哎呀，阿姨，几天不见你又变年轻了。要不是我外面有20多个干妈，我真想叫你一声干妈呢。妈，妈，你喜欢你跟我说的那些唠叨，还准备了那一桌子的饭和菜呢，妈，妈，这跟小狗似的，哇哇。现场想殴打他们四位的，请举手。他们的这种的营销方式啊，其实也有点意思。为什么？看看我们的小伙子小姑娘表现得多专业，实际上短短几分钟几小时甚至一两天就跟我们的老人们打得火热。这种亲情是什么？伪亲情。伪亲情来干什么来了？套套近乎，接近你，为后续推销点什么做点储备。是第一。第二张牌，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现在专家满天飞，有人在打讲座牌。妈，我跟你说，你不要听刚刚那个人跟你瞎说。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保健公司啊，哎，妈，妈，你做到另外一个妈了。哎呦喂，妈，我们的这个保健公司啊，专门从美国请来了一位 Kevin 老师，拿过很多诺贝尔奖。我今天还专门把他的那个奖，很多诺贝尔奖。我今天把他的奖状带过来了，我还塑封的。他专门从那个诺贝尔活动的那个诺贝尔奖长这样。明天呢，我就开着我的小房车，带着你们一块儿去听我们公司的保健课，好不好？好不好？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认了，哎，同意了。我告诉你们，请看旁边的妈妈，都很淡定。我变多了，感觉云姐的妈妈都不屑。云姐的妈妈感觉是被挟持，你自己看。被挟持。云姐的妈妈是被摁在那里的，想走都不站不起来，走不了，站不起来。但是这种的讲座也是我们老年人在这方面免疫力比较低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专家被包装的足够高大上了，通过这个奖状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但是他讲的内容给后续要推销的商品去做铺垫的。对，哎。好，第三张牌，第三个，除了上述高大上的，还有很接地气儿的，比如说来点小恩小惠，恩惠牌。叔叔阿姨，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每一袋都要1000多，但是今天免费送给你们体验。来，阿姨你一个，一听免费，阿姨高兴来。阿姨，哎，还有叔叔，阿姨啊，不，叔叔，不仅有这些产品可以免费试用，还有。我们的小礼物，哇，这么多，我们也要，哇，对，还有洗衣粉，我也是阿姨，还有香皂，还有最重要的一片面膜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海素黑面膜，送给这个好用，这个真的帅帅的，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恩惠牌当中比较典型的小恩小惠，带您去体检，送您个拐棍，给您一副老花镜，天上掉的到底是馅饼呢，还是陷阱啊？还有其他的牌，第四款牌体液。欢迎大家收看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天天向上。第四款牌，体验牌。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很多新的产品，理疗产品非常好，理疗床、理疗按摩椅真的都非常好，免费体验3天不要钱。整个口水喷阿姨脸上。王叔、刘姨都说特别好呢，我不信。我也不信，哪有那么好？不信我们去试试。好，去试试，试试。我说走就走。哎，我们问一下阿姨，就是平常有过这样的人吗？在你们身边？有，有，也是这么把你摁在那个，摁着不让动，摁着不让动。哎，
般。你看，阿姨姐说刚才那个按摩的就一般呢、啊。阿姨心里边说，我生活当中有好几十个按的很可专业的，都还可以的。但是我们不会上当，我们只是享受按摩。对。实际上，他们的免费体验，我倒是觉得呀，是一种非常温柔的营销方式。今天让你免费，可能未来两个星期、三个月都让你免费，但是。免费到最后总得有人去买单，免费体验免费赠送啊，看似赚不到什么钱、嗯、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暴利行业，暴利没错，对，绝对是一年不开张，开张之前三年，是吧？我倒觉得甚至还不止，我们曾经调查走访过，有的价格几百块钱千把块钱的东西被冠以高大上高科技新奇特，那么最终翻上百倍。上次影子的妈妈来我们节目当中说买一个，对对，就是那个被窝，说能够让影子爸爸睡好觉，8000块钱一床破被窝。对对对，我给你讲一个可怕的，我妹妹跟我讲，就他们邻居一个叔叔哈，东北阿姨都知道，东北吃那姑鸟，你知道吗？什么？就像水果一样的小果子，树上长的。哦，行。那 OK， 这个东西在陕西西安是没有的，所以他就骗那叔叔，这是国外来的菩提子，这很贵，然后就给他买了一筐姑鸟，你知道要了他多少钱吗？18000块。18000块，说这个东西你要把它留住，因为以后这个东西非常的值，能升值。那如果是在东北的这一箩筐得多，它就是就跟一筐枣一样，本来就是20-30块钱，是吧？这人活一张嘴，太厉害了。对，他不认识。那我问一下大家，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父母亲上当受骗了，那咱们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忍了，主要是看那个骗的数字的大小。嗯，我在家里边都想，得怎么能让我妈一乐。能让我妈有事儿干，那么你就计算一下成本，说这个几百块、几十块，她开心了就好啊。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别吃了她伤害身体，是吧？对了，我觉得应该是正确的购买保健品，要正规的渠道。哎，你像大张伟的父亲啊，就喜欢在电视里就买各种药。对，但是要正确渠道。说实在的，我觉得想避免这种状况，你没办法跟父母去争，或者没办法说我像瑞哥这样，我哄爸妈开心，有时间多陪陪他们。韩哥说了，因为他关心我们，怕咱们在外一个人吃的不好的，睡了不好，身体不好，他为什么去转发那些年轻人的时髦表情，为什么去下载微信，是爸妈想要贴近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多陪陪他们，有的时候可以避免他们这种孤单感。那你多陪陪他逛逛街，买买东西，自然而然他就知道这个社会流行什么，我的孩子帮我买了什么，喜欢什么。大王，你心里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啊。我特别怕我爸妈不问我要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外边就是工作呀什么，离父母都挺远的，然后可能一年也就回去那么一两次。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没有存在感，就我会觉得我赚了钱，那我其实我赚钱目的不就是给爸妈花吗？他们如果不问你要的话，我其实心里特别着急，我就希望他们问我要，要的越多越好。听见没有？蓝色的天空，柠檬主播多管他开口啊，对，都开口，想要就要。那史航老师呢？谁来觉得？我觉得其实爸妈他们要的这个安全感是他们小时候给了我们的，我们现在要把这安全感足够的还回去。不管听他们说话，帮他们买单，还是给他们那个转发的鸡汤点赞，这只是一个因果关系，我们该还回去这个安全感。嗯，十三，爸妈转发文章给你，其实是为了想跟你说话聊天。所以我很多时候还是会回应他们，跟他们去解释这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我现在就真的有这种感觉，自从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你会突然间发现你会很理解父母亲，然后你对父母亲的感受会不一样了。他们对我们的好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其实说白了我们更多的去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年纪最需要的就是我们对他们的理解和关爱。再次把所有的掌声送给几位爸爸妈妈，还有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们，谢谢你们，谢谢。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的天天向善的环节了。是的。青藏铁路被誉为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大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高原里程最长的铁路。就在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50%的格拉段铁路，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克服着昼夜温差大、高寒缺氧等各种恶劣环境，常年守卫着这条雪域钢铁的大动脉，为它筑起了坚固的天路堡垒。我叫张伟，今年33岁，来自青藏铁路公司锡林公路机械段换轨车间。我们的工作就是为铁路更换钢轨。
青藏铁路早在2010年开始了千里青藏一根轨的无缝化换轨工程。曾经的钢轨与钢轨之间，为了防止热胀冷缩会留有缝隙，就是我们以前常听到的咣当声。它不仅影响着顾客的舒适度，也限制着列车的速度。而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公务机械段换轨车间的工人们，运用世界先进的焊接技术，消除各钢轨接头之间的缝隙，最终焊接成无缝铁路。新换的钢轨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线路基础，旅客的乘坐舒适性也会有极大的提升。辉煌的成就之下，是换轨作业工程中产生的巨大粉尘，这也让他们每天都养成了一个特殊的习惯，洗鼻子。每次洗的时候挺难受的。我还是习惯就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这群年轻人却用微笑面对着重重困难，而他们唯一感觉到艰苦的是手机信号非常差，基本上和家人都处在失联状态，往往要步行一两公里找一个信号比较强的信号机在底下打电话，就为了跟家里报个平安。所以说不管是任何时候，在这的所有人第一个想念的都是家人。我们平常就是没有信号的时候，我们就是电话也打不通，然后也看不见，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用我们就是单位自己的那个内部的摄像头看看他。Hello， 媳妇儿，能看见老公吗？看见我了之后，笑一笑。再说老公也看不到。面对着摄像头，张伟无法听到妻子的声音，也无法看到妻子的面孔。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他对妻子的爱意。开个门，这边信号不太好，好久也没联系了。老公真挺想你的，媳妇现在还好吗？咱们的宝宝好吗？我现在怀孕7个多月了。我在医院看见别人都带着老婆去产检，我心里还是会有难受。好多职工也都是像他这种年轻人，每年都是5-6个月在外面，家里面就是爱人怀孕啊什么的，也都是不能回去，生了都回不去。感谢所有家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能安心的在这里工作。他们用双手丈量雪域，只为祖国天路平安通畅。他们用青春铸就梦想，践行兴路强国无悔誓言。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欢迎大家收看一片等于一整瓶精华液的韩束黑面膜，天天向上。前后2000万，拍照更清晰。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10，提醒您关注下期看点。你以为他们的工作很刻板，其实他们很有趣。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人民日报新媒体的小编们。好，朋友们，现在大家在我右手边看到的这些文物，四羊方尊，温文尔雅，雅人深志，超凡脱俗，风流倜傥，风度翩翩，风华绝代，我见犹怜啊！因为他们并列青春靓丽啊，其实他们很精彩，没有必要对口。但是一定要对自己的口味。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对胃口的话，你当初大一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人生规划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你在那一瞬间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工作是给你准备的。我觉得特立独行，它的投资回报率更大。独行，你可能会走得比较快。无论有任何的打击，遭受什么样的失败，都不要放弃。人民日报客户端、微博、微信，陪你一起天天向上。如果这份工作力不从心，下周晚天天向上，将你。如何完战工作，乐活起来？我被人民日报的小编表扬了。是的，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 OPPO 拍照手机。再一次感谢 OPPO。你看，你吃了那个有反应了吧？